你话就哥点解开枪咩？百发百中，黐线！就哥第一下一嘢爆人头中啊！就哥一嘢射爆罗军门咩？全爆啊！头一枪咁多人，佢前面仲有成扎卒，个子弹力一嘢就 bang 打中嗰个全爆个头中啊！就哥射枪炸，你哋有冇睇？究竟你有冇睇套剧？佢射啊咩 Terry？嗰、那个咩咩马太佢系特登喺度玩啊，喺度狩猎，喺度吓下佢，喺度擘大口。你记得就哥系擘大口啦，笑笑喺咬雪茄，喺度食烟，玩紧游戏，喺度同细路仔玩啫。你哋以为咩啊？以为咩咩就哥枪法屎啊，白痴！就哥不知几劲，就哥全都系一路开枪喺度食烟。一嘢打爆完嗰个咩串爆个头，第一时间嚟咩攞火机啊点雪卡，特登有个 shot 俾佢喺度点雪卡，之后食喺度煲烟扮型，就黐线。我嗰阵时心谂啊黐孖筋，之后我话俾你听啊，我可以预言话俾你听，嗰、那个咩 Terry 一定冇死，知唔知点解？因为佢一开头就话咩就阿 Terry 咧咪叫就哥一枪打爆个头，唔好谂咁多啦，咩开等咩啊开枪啦。之后就哥唔好，跟住佢话咩忍住啊！之后就射去心口啊！跟住我就话俾你，肯定冇死，就系唔知入边装个避弹衣定乜鬼嘢，入边有嚿嘢，跟住就跌落海，又抌咗落海嘛！即系开喺对住阿 Terry 射咯，个肚仔射咗枪之后抌咗 Terry 落海，即系后尾都已经讲到明啦，话咩搵到串爆条尸，但系 Terry 又未搵到。咁即系代表咩啊？即系佢未死咯，好简单就系、是、咁样咯，好简单。所以话呢啲嘢渣，你睇 Prison Break 人哋都识话咩攞两条假嘅丝，可咩搵到两条丝，咩已经烂咗啦，即系唔肯定，都会讲话唔肯定咩系咪确定系点样？唔肯定系咪嗰 Terry 定咩之类嗰啲啦？咁就可以话咩发咩喺乜乜湾发现咗两具浮尸，容貌已经咩损坏，唔知系乜水。咁你都系有啲创新。咁人哋都估到，咦系咪真系死咗？而家我话俾你，我同你输到，输咗90亿兆 ，Terry 未死啊？你点睇啊？你信唔信？有咩？其实串爆条尸系假，未死冇可能。佢都话串爆死咗，打爆头啊！但除非串爆咁样可以唔死啊，佢系有嗰个纳美星人定咩先啊？可以咁样咩再生复原？个脑俾人一嘢咁样打爆埋去，咁都唔死，超人啊！有乜可能啊，大佬？你如果咁样可以俾佢吹到唔死嘅话，我又想听佢到时点样兜翻。其实串爆个脑系生喺屎忽度，个头系所以冇事，个脑系生喺啰柚度啊，所以咧就平时咧就冇脑，跟住而家俾人一嘢射落去，只系皮外伤定点样？又咩啊？下半 part 已经讲咗话 Terry 未死，我冇睇晒啊，大佬吓。我估到，我一开头睇已经知，一下头先咪出翻嚟。咦？你哋咁神心追嚟，而家系每一分钟每秒已经记，日日喺度煲巨轮。就话你，我咪话咧，就哥变咗主角嘅。今集罗威逊有冇十分钟镜头？吓、啊，罗威逊就系喺度话咩？啊，呢个斗口安全啊！佢话咩？你哋可以喺澳门呢度啦，咩住喺我呢度啦？我揾咗阿边个阿 Sir 嚟帮你咩照顾你？心谂好似澳门个差佬嗰、那个咩威 Sir 系罗威逊员工，因为系罗信记啲员工。人哋话咩啊？即刻过嚟，好啊好啊，我阿罗威逊讲咩？你保护佢，佢又保护，冇真凭实据，佢都冇证据。你谂啊，话遮边有证据啫？话啊，佢想杀我，有咩证据？佢有片拍。低话阿就哥开枪棒佢咩冇啊？啊呢都冇啊！跟住人哋澳门差佬点解会受理呢个案件啊？喂啊，你都要有证据，点样证明到你生命受到威胁先？你有受伤唔代表系俾阿就哥揼噶喎之类点点点点点系嘛？跟住嗰个咩串爆啊白痴啊！嗰一幕戏啊好低能，有冇睇到咧？串爆咪救啊 Terry 嘅。一开头咧，我都奇怪，点解出面成扎僆串爆可以走咗入去嗰间屋度？我心谂黐线 Metal Gear 啊，点样可以即系神出鬼没走入间屋度，用支枪指住走哥啊？咩咪再打啊？一枪打爆你个头，
跟住我心谂有乜可能就嗰啲靓喺出面食屎。我系就哥第一次架打死啲靓，我话你班友食屎啊！佢话咁多人，我俾啲俾咩串爆走入嚟，第一已经系非常唔合理。即系第二样白痴嘅事情咧，就系睇呢球点啦。系可惜啊！第二件事咧，就梗系佢哋反客为主啊，即系攞支枪指住就哥，梗系佢啲靓冲咗入嚟就话：哇，唔好嚟啊，打怼冧你大佬啊！跟住咧，跟住串爆系咩？俾咗支枪啊 ，Terry， 我心谂白痴 ，Terry 已经俾人打到重伤。已经话系即系残半残废状态，之后俾个手无搏鸡之力嘅 Terry 揸枪啊，咪冇脑，之后都算呢个算数啦，当佢剧情点样咯，即系想俾啲气氛佢点先算啦，即系好白痴。之后咧就串爆咧咪勒住阿就哥噶行出去嘅，之后就哥又一脚踢落去啊嗰、那个串爆度，跟住串爆即刻送手敬废。俾人暗示咁勇敢，即係可以有本事可以百万军中冲到入去嗰、那个嗰间屋仔度，但係俾就哥一个老爷咁样攞后踭踢一下就哎呀，跟住就放咗就哥咪低，你话系咪低 B？ 之后呢跟住之后最白痴嘅之后呢佢又突然间赵云上身定点咩攞啲单车链定乜鬼嘢绑喺手度同人哋喺度劈弱智。有乜可能啊，大佬用眼佬咁样冲出去同人斗劈都知冇可能啦，啱唔啱？就哥抢完支枪都唔识开，系啊，即刻开枪掹落去啦！一抢完佢支枪，走都唔使走，即刻掹掹，已经唔使冇，已经冇嗰啲气枪，已经直接喺度开枪，已经搞掂。所以有啲问题咯，同埋有一就哥咪追下追落去嘅，跟住唔知做咩事 ，Terry 可以回身扑跌佢定想扑啊就哥定乜鬼嘢？嗰、那个距离系嗰个位置系唔啱嘅，原本嗰个 Terry 系唔知企喺山崖系，即系嗰个水平线系低过阿就哥，之后无啦啦下一秒就佢可以已经系同就哥同一水平线扑埋去，唔知点解，之后就哥好似有后眼定点样嘅，即刻转身即喺度笑住，一系攞支枪指住佢，好似打机咁样 QT 之后滴滴滴滴，之后即刻揿落去啊，即刻揿，即刻反客为主咯，就系咁。总括而言就系变咗就哥系主角，成套戏有八七成时间系讲就哥啊，系咪会持续到大结局？其实呢套戏嘅主角系咪就哥？巨轮二，巨轮二之高天就传奇定咩吓？点解罗威顺应我同嗰个饼铺无关？我可以话后来嘅情节关整饼咩事？啊！完全佢好似系咩巨记帮佢卖广告，巨记会唔会嬲啊？喂，黐线啊！你后尾完全已经唔系讲整饼咯，老友啊！我话除咗你一开头讲啲咩紫薯乜鬼嘢咩花生糖，后来已经变咗讲咩就哥啊、林友嗰啲，已经变咗江湖片，已经同巨记系冇咩关系噶。佢会唔会担心啲人以为巨记都系咁样经，即系要面对呢一刻社会啊？乜乜乜乜乜？有人话咩巨记冇俾钱 TVB 黐线啦，点会冇啊？巨记啲广告成日播啦，最近巨记饼加呈现巨轮二，斋系巨记饼加呈现已经唔知要俾几多钱啊！傻猪，你又冇俾钱啊？赚到笑添啊 ！TVB 而家斋系巨记应该搵唔少，讲真的。